投资不见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你呢？我很好，我也很高兴看到你。你正在做什么？我要去购物中心买东西。今天天气很晴朗。你喜欢旅游吗？我很喜欢住吉隆坡，我家常住吉隆坡，打咖啡厅。现在你有空吗？我们去伊万购物中心。我有空，走吧。我也要去超市买菜。你要买什么？我要买水果啊，罗志水果，瑞幸的好。中午我们要不要一起玩？今天我要直接做种菜，我先请你做我姐姐稀饭。好啊，我最喜欢吃中国菜。对了，你好，要买什么？我还要买四个鸡蛋，啊，虾米，你要做什么？我愿住马来亚银行提款。我在 Happy 水电前面等你。对不起，我忘了 Happy 水电在哪里。Happy 水电在马来亚银行的附近。欢迎你来我家。来，进进来，坐吧。你的家乡好改。现在我们要做什么？做古菜。我们要做你们鸡和番茄炒面，还有珍珠。我现在蔬菜，然后起番茄和椒盐。Adam，你们鸡怎么的？很简单，我们将炸鸡，然后加入柠檬鸡，我叫番茄，然后加入鸡蛋。好的，柠檬鸡和番茄炒蛋做好了。现在开始蒸油，油要蒸多久？大概15分钟。油上超了，我们可以进锅铲了。